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我是林怡婷。每年暑假，台南市政府都会推出英语阅读季的活动，让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在暑假的时候，因为有英语的阅读变得更加的充实。那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也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了2019台南的英语阅读季活动。不过呢，因为这今年的英语阅读季活动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特色要再跟市民朋友来做一次的介绍。那今天节目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专程从台北南下的 Scholastic 美国学乐集团台湾区董新家总经理，董总经理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南市政府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的田林湖副主任，田副主任好，怡婷好 ，Sonia，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田副主任呢，在上次的节目中有帮我们介绍了2019英语阅读季活动。不过呢，为了唤起观众朋友的记忆啊，是不是能请田副主任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英语阅读季有哪些主要的活动？是，今年2019台南市英语阅读季哦，那活动内容非常的精彩哦，那也是我们历年来最精彩的一次呢，也多亏了因为 Scholastic 这个学乐集团的一个赞助哦。那这次的活动呢，其实包含两大主轴，一个是线上的一个活动，那线上的活动呢，就是我们鼓励大小朋友们一起透过线上闯关的活动，来大量的阅读由 Scholastic 所提供的一个英语电子书，这些都是得过世界大奖的一个绘本书哦。那这是虚拟的活动，那实体的活动呢，我们要办了120场，跨越了35个行政区的一个英语故事屋，还有英语魔法校车前进校园的活动。那小朋友的部分呢，他可以听故事，他可以线上阅读。那大人的部分呢，我们还有办了很多场的一个名人亲子讲座，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学者，还有学有专精的名人，比如像刘杰忠，他是金马奖的主持人哦，他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子学好英语，那怎么样子在家里面营造个英语环境，帮小孩子营造个英语教室，家庭都是个英语教室。所以呢，大人的部分呢，我们有名人亲子讲座，那这些活动呢，有虚拟的，有实体的呢，都让我们的不管任何的年龄层，他都有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来参加。哦，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又好玩哦。那我们现在先呢看一段今年英语阅读季的影片，让市民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今年好玩的活动。That very night, in Max's room, a forest grew. Many families spend summer vacations by the seashore. Seashore, land at the edge of a sea. A cliff might rise directly out of the water.Oops, try again. Land at the edge of a sea. Nice work.
Is it true that a 100-pound person would weigh just 16 pounds on the moon? Yes. And on the sun, that same person would weigh more than 2,700 pounds. What gravity is and what it affects. You have probably seen movies or television shows about space travel.从田副主任的介绍及影片，我们可以知道，今年呢、有提到那个 Scholastic 有赞助台南市两套电子书，那是不是可以请董总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的赞助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好，最主要呢，我们是希望小朋友们除了实体的书之外，能够透过电子的平台，不管是 iPad 或者是家里的电脑，也能够看所谓的不一样的书籍，所以我们有准备了各种不一样的电子书，给各个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们，透过不一样的主题来在家里分享阅读。我们第一套的电子书呢，叫做 Bookflix。Bookflix 呢，它是结合了文学跟非文学类。那所谓的非文学类呢，就是所谓的绘本 （picture books）。我们把 picture books 的内容变成了动画。小朋友最喜欢看动画了，那我们那个在读书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可以挑食的，所以看了一本文学类，我们就要看一本非文学类的电子书。那在这个电子书里面呢，我们也会有真人发音的带读啊。那里面总共有九个大的主题，爸爸妈妈可以针对孩子们的英语程度跟能力来挑选他们喜欢的书籍，小朋友们也可以针对他们自己喜欢的主题来挑选他们要看的书籍。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配对，就像这样子，会有一本这个绘本加上一本电子书这样子的配对。这个是第一步，我们用读的，读完了之后呢，它就会有第二步。好，我们 play 就是选择来放映。那选择放映的时候呢，我们放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声音，而且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它的字幕啊。它字幕的出现呢，跟我们孩子认知字的过程是非常有关系的啊，不是只是我们电视上面打字出来的字幕而已哦。就像我们在唱卡拉 OK 一样，当我们念到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是会有这个反蓝的效果的。对，所以每当孩子念到那一个代表字的时候，这个字就会有反蓝的效果。对，那你也可以调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大小哦。那看看家里的这个荧幕的大小来做试用。那电子书的部分也是一样，那可以调整它的快和慢，速度的快和慢。如果孩子们的程度还不是太好的话，可以稍微调得慢一点。如果孩子们的程度已经很好了，那就可以调快一点，跟着一起阅读。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游戏啦。我们当然如果在读完了电子书之后，就可以让孩子们做一些好玩的有趣的电子游戏来辅助刚刚念过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啊，针对于刚刚念过的单字，他们会给予提醒啊。那针对于这个提醒，我们可以来解这个单字的意思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好 ，fact and fiction，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西方跟东方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东方呢，常常着重在绘本的教学，所以孩子们读了很多的绘本，常常把真的事实跟故事里面的东西会搞不清楚，会搞混。所以他们希望孩子们在念完故事之后要搞清楚你念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游戏其实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就是要请小朋友去排序，你刚刚念的这本故事哪一件事情先发生，哪一件事情后发生，这跟我们这个新课纲里面的阅读素养也非常有关系。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program 啊 ，Bookflix。我们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的线上电子书呢是 TrueFlix， 那跟 Bookflix 的操作方式非常相像，大家也可以看到右手边呢，这边其实讲的是一些古文明啊、历史啊、比较人文方面的东西，左手边这里讲的是自然科学啊，你看像天然灾害啊这些比较自然科学类的东西，所以可以让孩子们，大一点的孩子们，你看这个界面就知道了啊，是让大一点的孩子们，甚至于是成人们，要练习阅读的时候可以使用。那它的配法也是像刚刚 Bookflix 一样，它有一个纪录片配上一本电子书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纪录片是像什么样的纪录片。哦，我们看到马克·佐伯格，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夫妻啊 ，Miranda Gates 啊，我们看到马拉拉啊，所以他们点选的是人文的这个部分嘛，哈，点选的是自传这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你看这个 Find the Truth， 点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纪录片开始做放映。它一样也是有字幕啊，一样也会跟着，就是慢慢的，孩子们应该讲是第二语言，英文是第二语言的这个孩子们的速度啊，适合他们的速度来念这个的内容。那完了之后，就会有一个跟这个主题相关的电子书。那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这是 Facebook 的发明人，对不对？马克·佐伯格哈。那这本书就是跟这个马克·佐伯格相关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这边是一定是跟资讯产业相关的一部纪录片啊。所以是同样的功能，我们都希望不管是孩子们或是成人们，你要有相关的这个资讯。那你也要有相关的电子书的内容，在阅读的时候千万不要偏废了，不要只看着这个电影，只顾了看电影，书的内容都不看。那一样，我们也还是会有线上的游戏啊。那线上的游戏给大一点的孩子们，当然就是比较难一点，问答题是，对，问答题。不过一样给孩子们还是会加一点童趣进去，当你全部都答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只动物出来好帮你喝彩的啊。所以另外一个也是针对于单字的部分，你如果解读对了这个单字的意义啊，那你把这个牌翻对了的时候啊，它也会帮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活动啊，整个的面板翻出来的时候，就像我讲的，最后你也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回馈。好，那原则上我们跟这次跟台南市政府合作的就是这两个，第一个 Bookflix， 我们总共现在130个配对，总共如果是文学类加非文学类加起来是260本书籍啊，那。另外这个 TrueFlix 的话是147本书籍啊，那原则上就是是因为我觉得看了就是很多功能，感觉看了都想玩了。那是不是可以请田副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初在这两部电子书是怎么评估要就是使用这两部电子书？是
刚总经理有很客气的，他有一点很重要的没有提到哦。其实这个电子书它这么棒，所以它其实是要收费的。是，它原本是要收费的，它订阅一人呢、哦，一年份啊1200块钱哦。那这一次呢，Scholastic 非常的大方的就赞助我们180万的市民全部免费。那为什么会想要跟这个合作呢？其实是因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那因为我过去呢曾经看过 Scholastic 他所出版的这个动画，我觉得这太棒了，因为它都是知名的绘本，那绘画的很棒，那变成动画，重点是它的配音是大有来头的，像梅丽史翠普啦这些超级巨星都帮这些动画配音，所以它的品质非常的好。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太好了，所以我们其实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很希望呢，就厚着脸皮跟他说，可不可以赞助我们百万市民？没想到居然就一口答应了。那也因为呢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们今年推出来的英语阅读季活动就是以线上阅读闯关为主。那我们希望呢家长他可以善用这样的一个资源，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们要推英语，可是你去书店买书，那些英语的书都好贵，好贵哦，而且他家长会觉得说，那我的发音不标准会不会越教越糟糕这样。那他的跟读系统就非常的棒，因为家长就可以省却了这个烦恼，那他就按下去念给小朋友听，就是非常纯正的发音了，而且他可以重复一直练习，然后又有游戏可以玩，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棒，然后呢也因此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缘。是，那是不是我也要帮市民朋友问一下，就是这样的免费提供是可以免费多久的时间？是，它提供一年的免费，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使用到了明年的5月底为止哦。那这段期间呢，我们也透过了线上几点的活动，那市民朋友除了可以得到宝贵的资源之外呢，几点还有很多礼物可以拿。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市民朋友多多的把握到明年5月底为止的这个时间，多加的利用这么棒的一个系统哦。那我们也很希望呢，透过这个系统可以大大的提升市民朋友的英语的听力、听说的能力，因为我们常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比较忽略这一块。那它的使用上非常方便，不管弄电脑拿、弄手机、弄平板，都可以播给小朋友听，那自己学习上也会非常有帮助。因为我看过它的内容，它主题非常的多，非常内容非常的有趣，写得非常好。是，那我们可以知道台南市政府对于提升市民的英语能力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哈。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田副主任跟董总经理还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英语阅读季有哪些闯关活动。你知道明年起台南的房屋税要动涨了吗？啊，真的。而且过去3年来，民国90年7月1日到105年6月30日前的房子都要面临调涨。从明年开始，只有民国105年以后的房子才调涨房屋税呢。动涨，所以到底是要动涨多少啊？今年是涨81%，明年起降到58%，连续3年6都最低。那为什么不今年就降税？因为法律规定每3年才能调整房屋税，而且今年的房屋税是从去年7月1日开始算，所以90年7月1日到105年6月30日前的房子，从今年的7月1日起就开始涨幅归零了，而105年7月1日后的房子就开始享受动涨喽。举例来说，新营区新东里东学路95年新建完成的63.5平3楼透天厝为例，109年起房屋税将由10266元降至6242元。105年新建完成在永康大湾路72平4层楼透天厝为例，109年起房屋税将由17380元降至13515元。涨幅归零，六都最低，提高折旧，扩大调降路段，自住屋再降税，房屋税全面调降，照顾市民说到做到。房屋税的问题，我们心心念念都是很在意，尽量朝减少民众负担的方向走。政府施政是一切要依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台南市民的心声我们听到了，我们选举所做的承诺我们也做到了，未来3年要还税于民，这点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目标。今年的英语阅读季活动还针对了不同的年龄层设计了
闯关的活动，那是不是可以请田副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闯关几点的活动？是，我们这一次在设计上真的很用心哦。那因为也是因为 Scholastic 他赞助我们大红狗 Clifford， 还有 The Hunger Game 就非常著名的饥饿游戏的这样子一个版权，所以呢，我们想借由这样子一个偶像，然后来带动青少年朋友还有小朋友他们的阅读的兴趣。所以呢，我们在国小的部分呢，就是以 Clifford 做代言。那我们总共设计的五关，针对了听说读写，他唱歌也可以，他阅读也可以，他只要阅读了一本书，写下他的心得，他就可以得到点数，还可以得到宝盒。然后呢，我们收集了点数跟宝盒，他就会有很多的礼物可以让小朋友来换取。那国中以上呢，到高中青少年成人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以饥饿游戏，那比如说星火燎原之岛啦，它就是读完 Bookflix， 然后呢学舌鸟天堂呢，它就是把它阅读然后唱歌的影片放上 YouTube， 那我们就给它点数。那我们这一次呢也很开心的，就是很多人来赞助我们这些礼物，那所以成年人也可以来得到收集点数来得到这些礼物。是，那是不是可以请田副主任再教我们一下怎么登入？如果是台南市民，我要怎么登入去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其实呢也很开心，就是 Scholastic 他赞助我们，可是他只赞助台南市市民啊。那如果其他县市的人来免费使用，那其实对他们也不好意思。所以呢，来参加的朋友们呢，他必须先注册。但是如果是学生就不用了，因为教育局这边我们有跟教育局合作，所以我们国中小的学生呢，他只要登入他的身份证字号，还有他的出生年月日就可以了。那但是呢，市民朋友们呢，他可能就必须要先注册。那如果你觉得注册程序真是太麻烦了，没有关系，写信给我们，我们会把账号跟密码，然后就提供给各位哦。那大家只要登录到我们的英语阅读记的网站，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一个阅读探险里程，那这边分不同的区域，像国小啦、国中啦，还有高中及成人组。那你不想要有账号跟密码的人，他就可以点这个第四个，就是教师跟家长，然后呢，输入我们所提供的账号跟密码就可以使用了。那前三关呢？为什么我们要设计这前三关？这前三关呢，每个人是有自己的阅读里程哦。每个人读了一本书，他就会在自己的资料夹里面说他读了多少书，写了几本心得，唱了几首歌，他就可以依照的他这样子一个阅读的里程来换取我们的礼物。那没有不稀罕礼物的人没有关系，他就可以进入这个，他就可以直接纯粹阅读，纯粹使用的 Bookflix 跟 Trueflix 两套资料系统。那我们一直run了一个月，那其实呢，我们目前已经有读完书的人读完了6万多本书。那没有阅读历程的人呢，到超过10万个人。就简单来说呢，就很多人呢，他其实只是对阅读有兴趣，他不一定要去搜集他的阅读历程。那但是我们要换礼物的话，就要阅读历程这样子，我们才知道班上每个人哪一个才是阅读达人这样子。所以你有多样的选择，你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来换礼物，你也可以纯粹的阅读来使用这么宝贵的免费资源。是，那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想要参与闯关活动，你也可以就是写信。然后我们得取了账号跟密码之后，我们就可以阅读用了这两个这么棒的一个资源哈。那据我所知啊，这次 Scholastic 除了赞助这两套就是非常棒的电子书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赞助内容？我们这一次除了这两套这个赞助的内容之外，我们其实还协助办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亲子座谈，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要特别提的，就是我们请了一位加拿大的作者，绘本的作者啊，他第一次到亚洲来，那就是来到台湾这边来跟台南的朋友小朋友们做互动跟跟这个交流。那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在亚洲呢一边作画然后一边讲故事给孩子听，那孩子们呢同时听到了他的三本书的内容，还有一本书是他一边作画一边讲的。对，那另外还有就是他整个阅读他自己的阅读历程，他怎么从一个不喜欢阅读的孩子成为了一个大作家。所以那我们觉得这次跟这个整个活动阅读季的活动是非常非常契合的。是，所以那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当初那个加拿大的
绘本的作者来到台湾，那跟小朋友的一些互动，还有没有一些趣事？我们当天在现场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问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啊。而且我们发现台南市的家长跟小朋友的英文程度都非常好，有些孩子们可以直接用英文，可以直接互动对话，可以直接用英文来回答，问了一些非常具有创意性的问题。我们作者回去了以后都觉得非常的惊讶，认为台湾的小孩子的英文程度超乎他的想象以上。是，那刚刚就是田副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两个电子书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那个这次呢我们非常的开心哦，因为除了 Scholastic 赞助我们电子书之外呢，我们玉山金控、玉山银行也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个活动，所以台南市民呢，他只要每读10本书，然后他们就会赠送我们1本书，所以我们累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万多本书了，那等于是说玉山银行会送给我们台南市民6000多本书，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哦。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除了玉山金控之外，像富勒梦基金会，它是赞助我们办理的经费，然后还有中油，它是赞助我们大红狗英语魔法校车大红狗前进偏乡的这样子一个活动，为偏乡的小朋友英语力加油。那大圆皇冠呢，它也赞助我们很多的一个英语故事屋的抽奖的礼物，然后敦煌书局也赞助了很多的童书，让我们小朋友去参加我们英语故事屋，不只有故事可以听可以学习，还有礼物可以拿。那要特别一提的是说，我们这次因为跟 Scholastic 这样子一个合作，那所以呢我们的英语学习无国界，没有任何的偏乡的一个差距哦，我们很开心的收到很多家长跟老师的回馈。那有的老师呢，他就私底下私讯给我说，他们家的小朋友看那个影片看得津津有味。那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真的是打破了我们所谓的都市跟偏乡的这样子的一个界限哦。那让小朋友呢，他们可以透过线上阅读呢，然后开阔他的整个的世界观。是，那刚刚田副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一次还有一些英语跨越35区行政35个行政区的英语阅读屋，那这个现在办的成效是怎么样？英语故事屋呢，我们基本上35个区都有，是因为呢我们过去一开始开放，那很多市区的家长就会很积极，那一下子就爆满这样子，那很多变成小很多的偏乡的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们特别在35个区，尤其在偏乡的场次会特别多，因为我们就希望说让偏乡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参与，是我们觉得现在台湾都很进步，可是确实是有一些偏乡他可能连超商都不会去设点，更不会有才艺班书店，所以他们的英语资源是相对的而言是弱势的，所以我们也在偏向的地方在英语故事屋的场次多一点，而且我们特别用英语魔法校车，有我们的大红狗，有我们 Clifford 大红狗的一个真人的玩偶，去到偏乡接小朋友，直接开进偏乡，是直接开进偏乡，在偏乡跟小朋友互动，由外师来跟小朋友互动来教学，那也把偏乡的小朋友带到了市区，由敦煌书局来赞助我们，提供一个很棒的一个场地。那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参观了敦煌书局之后，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书籍皇宫啊！对他们来说，因为还很少有机会可以去书店，那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在心中种下了英语阅读的种子。是，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田副主任跟董总经理那么精彩的分享，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很想要赶快去登记，然后赶快使用这两套这么好的电子书呢？那希望观众朋友能透过这一年宝贵的时间啊，多多的使用这两套电子书，那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让台南市民的整体英语力不断的提升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